弟兄姊妹平安，为你领受释迦主话，信心坚定，未歇人心。约翰福音十七章三节，明白你独一的真神，并且明白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，这就是应生。有一位农夫，伊除了每日去田内种植外，佮同时以饲鸡为生。但是真奇怪，每一日凌晨二点时，即群鸡就会同时啼叫，互农夫一家甲厝边头尾拢袂得安宁。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，农夫甲太太找了一个宁静的米室，偷偷的秘伫个鸡寮后尾，看看有啥物代志发生。当农夫的手表指着凌晨二点时，远处有一列的火车经过，火车头强烈的灯光直接照着鸡寮，安尼鸡群即刻啼叫，因以为这就是早起的日光。弟兄姊妹，在未来的时代，常有异端邪说，正讲纷纷，迷惑人心。思想你是不是曾经受影响呢？让咱困读主的话，保持一个警醒的心。咱三格来祈祷，阮伫天顶的父上帝，你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，是独一的真神，独立以外，别无拯救。阮也无别的神会通予阮瓦靠，求主帮助阮忠心持守阮所相信的耶稣，因为也就是永生。圣灵甲阮同在，帮助阮晓得分别异端邪说，无要受了迷惑，离开正道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